竹炉休息啊，把我们的那个暗器这本书来休息一下，现在是31%啊，就是说你不修炼的话，你慢慢用它也是会长的啊，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的话呢，把这个3天的时间拿来休息我们的界清十诀，哎，然后的话需要资质，我们现在有84点资质嘛，它需要23点，修一下，然后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的话，过一个月，过完这个月的话呢，其实就已经11月份了，啊，11月份了。看到没有，11月份的话呢，这个时间就来了啊。乌鸡离开竹炉的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已经有3个月了。他让我回竹炉啊，我们点这个静谧竹炉。竹炉内外一片寂静，没有半点声响。隐隐感觉有些不妙。竹炉并不甚大，只有一间和两竹炉并不甚大，只有一间小厅和两间内室，方圆不过数丈，但是义父已经不见了，放着一个床头放着一个黑色的小匣，一封书信，一柄破旧的剑。义父已寻到那事儿的些许端倪，那事儿困扰义父半生，最是要紧不过。义父本欲等你归来时将原委告诉你听，但时机难得，稍纵即逝，义父只能立刻动身前去查看。跟天命奇遇那个师傅一开始失踪半天是一个套路啊。你回来见到此信的话，就依信中所绘地图离开此谷，到达太乌村来寻找义父。那伏羲剑柄无比重要，不仅是你身份的凭证，更是义父与你相认的信物。另外，出谷之后你需要自信太乌，切记切记。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后面要改姓，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是太乌后人啊，后面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在剧情上面啊。义父自行离去了。那只伏羲剑的剑柄义父如此看重，却不知道有什么古怪。取出伏羲剑柄，刹那间成百上千人的记忆涌上乌鸡的心头。这一刻乌鸡是一位落魄书生赴京赶考，下一秒乌鸡已在世纪之中屠鸡屠狗宰鸡，哇哇啼哭中乌鸡降生于豪门大院锦衣玉裘里。哪知眨眼之后物换星移，人面变骷髅，沧海已化成桑田，我动弹不得。那些景象并像真的一样，我好像当真记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他剑柄里面的前 N 多 N 多世的记忆啊，啊，应该是他那些就是其他的太乌传人的留下的一些记忆啊，因为他这柄剑里面的话呢，会封印着前面的太乌族人留下来的内力啊，就毕生功力快死了之前封到剑里面留给下一代人，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记忆的话也会有一些。好，得到伏羲剑柄。OK，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出去了，在这边啊，深谷出口。就深谷出口的话，每次也是随机的。但是的话，我们不急着出去，因为它不限时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赶紧在这里面修行一下。掌门四围，每个40以上，25左右精纯，有3品装备，1品功法，至少2个红骨果，一桶武林，可能吗？怎么不可能？我不行，有我的儿子；我儿子不行，有我的孙子；我孙子不行，孙子还有儿子，对不对？哎，祖祖辈辈，是不是无穷尽也？啊！统一武林总归有一天是可以达成的啊。那我们这里的话先开始我们第一辈啊，这个太乌鸡的修行啊，清界十诀刚刚休息到了35，我们继续修，我们修到个45应该差不多了，然后直接开始突破啊。因为突破的话，等一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书还没开始读呢，就是这本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东西啊是有秘籍的，秘籍读了之后呢也可以提高你的功法的。先读书吧啊，先读书啊。清界十诀第10本的话是残缺的，但是你可以硬读读过去，就比较费时间了。来，开始读啊，耗费可读次数，每本书的话只能读3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来，这边开始读书，这边是耐力啊，这边是这本书的一共10篇啊。然后读书的话会耗费这个耐力，然后呢读成功的话会长这边的人物悟性，然后你可以用的人物悟性的话来用下面的道具。第一个的话呢是囫囵吞枣，这是比较负面的属性啊。第二，我先不说了啊，我先把这个需要点的话点一下，就是你看到耐力在掉的时候的话，你就点这个啊，千丝回律，这样的话就会让你耐力的话不掉。如果你耐力用完了的话呢，这个就是这次他就读完了，就失败了啊。尽可能的话呢是一遍给他读完啊，不过我们第10本残缺的话呢，如果要想读完第10篇，至少要读2次，哎，用一次的话呢还会加那么3点的那耐心。然后后面那些比较高端的东西的话，最好是到后面去用啊，前面用的话就比较亏。
待会我们用这个，不然的话就亏了。用了啊，用了，不用的话就比较亏。加100%的那个进度，看一下，加100%的进度，加100%的进度。哎，读的快一点啊！加100%的进度。这本秘籍的话比较简单啊，所以说读起来也比较简单。不能掉这个耐心。加100。好好好好，然后我们这边加100，然后呢，这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啊？这跳过，不要跳过。我估计我们的应该是不够了啊，因为它一本的话呢，只能用3个啊，就是同一本同一个册的话，一次只能用3个东西，我不能让它重新让它在那个什么，不掉耐力。哎，但是我可能可以读完了呀，你看。这就是属于啊合理的使用下面那些技能，我们一次性把10篇全部读完，全部读完啊，哪怕这书烂了你也把它读完了，很科学啊，很科学啊，瞎编嘛，对吧？然后呢，我们来突破一下啊，应该是可以突破了啊，暗器啊，现在45还没有到瓶颈啊，50是瓶颈，但是它会加，所以说的话呢，你现在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的话呢，时间不太够，选择开始突破，天资限值20，需要历练的话需要350，我们有2930点，然后资质的话需要24点，我们有84点，时间的话20，开始。它这个时间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要按这个月份来啊，你就直接按天来不就得了吗？对吧？你一天还剩下十，这个月还剩下10天，你就不能历练了吗？你就不能这个月10天，下个月10天吗？对不对？就有点坑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起手点啊，然后这里有百分比，然后下面有个数值，数值越高的话，你后面加成的也就越好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一共是要走20步，如果你20步就是最后一步走到这边，你再进去，不然的话你就突破失败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它还会有不同的属性，你看这个，比方说下一个格子必然历练成功，对不对啊？不会增加突破次数，看到没有？这就比较好一点。哇，这有个加6的，但是呢，它会降低周围一格的这个，降低周围的格数的50%。啊，它只有25%的几率。如果这个格子没过去，就红了。这边有个85的，所以说我们就走这边79。79，开门黑啊，开门。94总可以了吧？75总可以吧？85。哎，这补回来了，这个加三的啊，99对吧？98对吧？100对吧？这是什么？加周围格子的加50%，这周围格子都很高啊，不需要啊。这个2格对吧？这个我是要的啊，84，79，99，78，82啊，25，啊，难受呀。完了吗？这不是我过不去了呀，这边拦住了。这43要是没通过去的话，我过不去了呀。这个地方如果红，我是不是就输了呀？对九品功法走火入魔，亏爆。最好直接突破过75，就要少突破过一次。我这才多少？我这个是45啊，45到57，这一刀过呀。过不去了呀，因为都红了，一条全红了，这边也不能点，因为它只能点蓝的地方，你知道吧？就很倒霉，你知道吧？就很倒霉，没时间了啊，又没时间了，哎，我是真的气，瓶颈毕竟是瓶颈啊，就是要花时间慢慢的熬，不然为什么要有闭关这种东西呢？为什么一闭关，像这种玄幻小说一样啊，几十年啊，十几年，对不对？动不动的啊，来慢慢休息，我就不信这次还能过不去，我们这次就不要那么贪了，好吧？就不要那么贪了，按部就班吧。最好突破前规划的线路没有用，它成红的你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也可以规划的这完美的一条线啊，但是老是红的，比方说这43 42，你看这不就红了吗？我靠，我想反打一口的，这个加3点啊，这个可是2点还行，怎么几率那么低啊？它周围降低的吧，果然降低50%的几率， fucking shit。好亏呀，我点你个2，我点你个2，我出来2个那个什么，好亏啊！奇迹，892格，
不惜。下一个必然成功，两格，哎，文件95，走零吧。这个40的话，碰碰运气，哎，45碰碰运气。好，现在我其实已经可以进去，但是我尽量多弄一点点数，你知道吧？但是呢，你不得比方说你点这个，它红了，你就进不去了，你知道吧？这就比较恶心啊，所以我最好这样绕一圈进来。啊，不对呀、啊，等一下、啊，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如果我点这个红了也就算了，如果是绿的，然后呢，我点这个又红了，这个又红了，然后我这样绕一圈，这个又红了，那就又完了。红了的可以进去啊，是吗？嗯，那红的可以进去的话，那我就那什么啊，说好了稳扎稳打，但我就要浪一手。哎呀，还有五次突破机会。啊，我现在是50到67，啊，40%，78%，90%，还有三格，我这个正好，对吧？还有三格，我这个正好。这个已经很稳了呀，这还不稳吗？哎，83还不稳吗？我的天哪！本来我这83一弄正好75，哇，又一个月没了，又一个月没了，每次都一个月，哪那么多时间给你呀？我们只有30年的寿命啊，你知道吗？30年一共多少啊？一共360个月。我这耗费这个功法就耗了2个月，我不想练了，怎么办？我今天就不相信我还突破不了你了。你可是个9品心法，有这么难吗？有这么难吗？我不相信了呀！而且每次还消耗这个历练值呢，你知道吧？它不是没有成本的。82，哇，94，哇，夸张了，这个夸张了。这四格，哇，这血赚啊，这四格。但周围的话就只有很低了啊！你这个四格跟一格有什么区别？周围三个全是红的啊！哇，全是红的，我的天哪！加六。周围的格子降低50%，那我先点这个，对吧？我再点这个，好，牛逼，好吧，我服你了，好吧，我只有六格了，1、2、3、4、5，差不多。1、2、3，我不会吧？那我们就点数又不够了，点数不够的话只能走火入魔过去了啊！走火入魔，不惧生死，继续突破，好吧？已经红了，你们看得出来啊？每一步都会受外伤。73，哼，我都走火入魔了，我还怕这点东西？哎，怎么没涨啊？嗯？哦，走火入魔之后就不会找到点数了，妈的知道。才突破到了72，如果突破到75的话，直接到下一阶了，你知道吧？你看，哎，其实我发现啊，根本就不需要贪的呀。你点的点数多，你除非你能点到75，你点不到75的话，你不是还要休息吗？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感觉真的没有必要去贪啊。他又不是加什么潜力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对不对？你看这不就又75了吗？又得练下一次了，是吧？下个月，直接下个月了啊！走火入魔每点一个格会减少一个突破点，是吧？啊，直接到100，好吧？我就不相信我每次都这么倒霉，对吧？逆行73，周围的话降低50%，
一百。每连接一个格子，此格加20%。算了，你才一格，你能加20%，你加哪里去啊？对不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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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啊，到83了，可以的。这边有一个39、44，哎，这个几率好低啊。我们不贪了啊，不贪了。人啊，要知足，对不对？破例，周围一圈加50%。我还有11格，11格的话，每突破上限超过一次加100%。突破上限超过一次，没加呀？两格。还有6格。还有2格，正好啊，正好。哎，我就说我不能每次都这么倒霉吧，对不对？我还能每次都这么倒霉啦啊！戒清十绝，修习程度达到100，功法威力加30%，看到没有？哎呀，终于，我的天哪！书也读完了，然后内功心法呢也练完了，我们就直接出发了，出发前往这个深谷了啊。来，我们先走，然后治疗自己一下，花费300药材治疗一下自己的话有400多个药材，哎，为什么采那么多？就是为了治伤用的啊。失去300药材，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伤势怎么样了。哎呦，还是没治好啊，治好了一部分，我只能说啊。眼看即将抵达义父所绘地图的出谷位置，一条极宽的泥石流激流亿万的横亘于乌鸡面前啊！哎，我不是应该叫太乌鸡吗？为什么叫乌鸡啊？啊，这可如何是好？难不成是等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一老一六两位僧人来到了啊，然后的话呢，问我们这边是不是燕轩谷啊？他们是过来求医问药的，我记得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这个是唯我的，唯我的话，我们要选择这个啊。告诉你可有什么好处啊？心情提升，看到没有啊？老衲法号是树府啊，若你能为我指点一下方向，老衲感激不尽啊，为你诵经千遍。诵经千遍，大事严重了，只是此谷从没有外人进出，不知大师入谷所为何事。啊，看到他要救病啊，他要治病啊，他要治病。不仅身材瘦弱，皮肤苍白，而且是满脸的病容啊。此谷中只有我和玉父居住，并没有精通医术之人。那也无妨，人望师祖为老衲指明谷中道路，人命关天，不敢就此放弃。好，把路告诉他啊，与他道别。太无极离开深谷，眼前豁然一片开朗。但见江山似锦，天地辽阔，无边无际。太无极7岁时随义父隐居于深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眼中所见只有谷中几座山峰、几条溪流，耳中所闻只有谷中几只麻雀、几只猿猴。如今溥仪离开山谷，不禁大有恍如隔世之感。天地之大，太无极一时竟不知该迈向何方。我终将归于何处？寻到义父之后，人回深谷幽居吗？第一个的话就是遇到很多的那种邪魔歪道，然后的话让我们去惩奸除恶，分个黑白啊。那么我们这个唯我的话就选这个啊，天地如此之大，处处锦绣繁华，我心有雄心壮志，总有一天要建立一番不世功业。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不唯我嘛，挺有志气的啊，对不对啊？你看第二个的话是不知义父安平安否，我一定要心存善念，多行善举，感觉格局就小了很多，对吧？单是这一片山水造化就已经如此神奇，不知道这一路还有多少玄妙莫测的事物啊！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就比较一般吧，探险家心理，对吧？无论能否寻到义父，再也不回谷了，永远没有约束，全凭自己的，不对呀，我怎么感觉这个比较唯我呀？哎，是吧，四也比较唯我，五也比较唯我啊，但是我觉得五比较好啊，比较有志气一点啊。好，去太乌村寻找义父。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地图，其实这还不是最大地图啊。然后呢，我们进这个猴潭村，然后里面有个村长，还有个村长老爷。这个女的是个村长，跟我的关系的话呢，应该是融洽，就是一般般啊，可以跟她交谈一下啊，说不定她会加关系，然后呢就降低关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互助的话呢，可以赠送她礼物，比方说的话呢，我给她送个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我们可以跟她，看到没有？可以跟她促织决斗啊，来一发，来一发。我很是爱惜自己的促织，极少与人争斗，但是呢我就要跟你怼，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他第一个的话呢来了一个先锋，
橙色的，这么夸张啊？他压了1950块钱，我没东西可以压，那怎么玩？恶心了啊！这个真的恶心了，只能取消了。威望的话无所谓，后面可以慢慢那个什么的。什么就是你胜了？你好意思啊？我有多少钱啊？哦，我只有1000块钱。算了，我们换个人打吧。比方说村长老爷试试看，交谈一下。不是为什么呀？我魅力挺高的呀，为什么都给我这样子呀？你应该没那么多钱了吧？我觉得他应该没那么多钱了。我们再组织一次，再组织一次。你们村的人就这么有钱吗？我的天哪！打还没打呢，我的天哪，掉了200威望了。你他喵的不想跟你们见面了，好吧，我走了，我去跟泰晤村那边的人赌博吧。啊，不对，去跟泰晤村旁边的人做区选啊。青石，此地人烟稀少，只有几间破旧的茅屋散落在不远的矮坡与草木间。循声望去啊，玄女派和空桑派啊，我他跟你选择的派系有关啊。你像我之前的话呢，是御剑山庄和玄女派啊。那么我们后面的话是要进空桑派的，所以我们这边选择帮助空桑派的这个弟子。这地方是一个空桑派啊，带着几个樵夫押送一辆囚车，然后的话一个负伤的白衣女子，就是玄女派的妖女，在想要解救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们选择帮助空桑派。一阵骇人的嘶吼声从空桑派所押的囚车中骤然传出，那六面封闭的囚车之内似有什么猛兽开始不断的对着车门冲撞。空桑派弟子面如死灰，使出死力拉紧封闭车门的金刚锁链，然后赶紧就溜了啊，就溜了。情急之下，太巫啊，情急之下的话，我们以石头投向了玄女派弟子。玄女派弟子立刻将石子尽数躲过，但受伤非轻，慌忙之中又难以辨别石子由何处所发，固然对这小小的石子也生出了恐惧之心，只好转身而逃。然后囚车内的骚扰 乱的话呢，就戛然而止了。经过短暂的歇息的话呢，空桑弟子就跑了啊，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们啊。进个村吧。太巫姬刚一踏入太巫村，便清楚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地走入了村中一座朱红色的祠堂之中。太巫姬赶忙追入那朱红色的祠堂，却已不见了义父的踪影。过不多时，一位老妇人从祠堂中缓缓走出，上前询问。其实 这个老妇人的话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啊，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冯婆婆，这太武士祠堂小得很呐、啊，你尽可到处看看，或许便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人呐、啊。我们说我们要回来认祖归宗啊。你难道姓太巫？晚辈的义父确实要晚辈以太巫为姓，此地为太武村，太巫也可以，太巫也可以啊，我们就叫太巫了啊。难道不能姓太巫吗？胡说，这太巫岂是你想姓就姓的？公子莫不要欺老身年迈智昏来寻老身开心的。然后呢，就把那个凭证给他啊，把这个伏羲剑柄给他，跟祠堂中所记的一模一样。你随我来。随他穿过太巫室祠堂的小小回廊，来到一处开阔的空地，立着16座石碑，居中一座最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太巫两枚大字，彼是苍劲一气呵成，不似人造。另外15座的话呢，各刻着一个门派的名字，少林、玄女、元山、空桑、铸剑山庄等等等等。这些小字之下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大部分乃是人名，不知石碑有何深意，还望前辈赐教。所谓太巫，大我乃至无我也，世间原是没有这一姓氏的。数百年前，世人无一不受香书所害，可谓人人悲苦，哀鸿遍野。其实唯有一人有驱除香书之法，只是此人体格孱弱，百病缠身，不能与香书久斗。于是武林各大门派的高人齐聚于此，将本门神功倾囊相授，终于令其脱胎换骨，成功掳走了香书。此人自后自称太巫，便是太巫先祖了。那香书是何人？何以能令世人人人悲苦？所谓香书，非人非物，乃是妖魔。凡人一旦为香书所害，便会丧失心智，成为无恶不作，只知残害他人的恶鬼啊。基本上呢，就跟那个《天元奇遇》里面那个三生三死影差不多啊，只不过的话，他不听命于谁而已啊。既然无力与香书相斗，何不把驱除香书的办法传授给别人呢？
或许此法十分特异，非常人可以学会。这十六座石碑就是当时的各大门派齐聚时所立的。当时各大门派一齐商议，决定将各派的神功传递给太巫啊，传授给太巫先祖。只是这些武林中人门派之见向来甚深，即使走投无路，也未必能轻易把本派的绝技传授给外人。因此，太巫先祖与他们立碑为誓，绝不将所学传授他人，哪怕对方是自己的至亲，甚至是子嗣。唯有当相书未除，而太巫将死之际，方可寻找一位能够继承其艺术的传人。而那个传人因得传太巫艺术，也必将遵从此事，而后持法剑观异象，为世人驱除相书。而我们就是这一代的太巫。世上只有一个太巫，先者濒死，方传后人，异象为证，法剑为凭。那么我们的后代的话，也一代一代的全部都是太巫后人啊。这个游戏的话呢，这个线索贯穿前后的线索就是这个太巫啊，就是这把剑，严丝合缝，见到其他人的幻象，见到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太巫传人们。皆是我义父所授，难道我义父？先者濒死，方传后人。真正的太巫传人早已绝迹百年，谁也不知道此言是真是假。也许你的义父并非太巫传人，亦或传说有误，莫要太过担心。我们来到了太武士祠堂后山的一座石井之前，围满了无名坟墓，就是我们刚刚在太巫村前看到的那辆车啊，只不过锁链一解，里面空空如也。难道刚刚那个就是那个相书？此人面目狰狞，力大无穷。果然，哦，这不是，他是这个是空方派的弟子，受了相书所害，神志尽失啊。寻常风阵，不过神思不属，举止异常。而他的话呢，突然力大无穷，不仅能掌臂哭牛，还能受刀剑刀砍剑刺而不死。哦哟，力大无穷，然后的话呢，抗性极高。擒住之时，刀剑贯腹，利剑穿心。若不是已化作香书之恶鬼，又如何能够活命？受香书所害之人，非太巫不能解救。啊，都是把受香书所害的人的话带到太巫村来，希望有太巫的传人的话可以把他拯救过来。那么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坟墓的话呢，都是想期盼得救，但是都没有得救过来的一些人啊。左手持剑，虚点乾坤，心入冥寂，断梦离尘。有相皆吃苦，无人脱网罗。见我非是我，无我即无魔。有相皆吃苦，无人脱网罗。见我非是我，无我即无魔。真觉字字灰，句句落心头。幻象又生，与太巫姬一同握住伏羲剑柄，向那香书恶鬼刺去。神剑无形，剑道云开。我叫宁春娘啊，这个长得一般啊。你在后山救了那个空桑派的疯子，然后自己就晕倒了。我们村也没有大夫，只能将你拉到这边来休息了。空桑派的疯子被你治好之后，向你磕了头也破了，然后你晕倒了，疯子便不知道去哪里了。冯婆婆，我们村没有姓冯的婆婆，看到没有啊？她其实不存在这个时候啊，不存在这个时空吧，应该说。然后太武士祠堂，我们刚刚进去的也是不存在的，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太武姬曾经向众人自称太巫后人、太巫传人，独自以伏羲剑柄令受到香书所害的空桑派弟子恢复了神智。众人得见太巫艺术复归，祖宗传人在世，无不欢欣鼓舞。然后太巫姬昏倒在地。然后这个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然后的话，所有人跟我们关系都会变好。太巫复归。好，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没有，一大堆的好感提升啊。然后呢，我们后面的话就要把这个太巫村里的这个太武士祠堂给它重建一下。啊，重建一下，进入这个太巫村，然后的话，这边有一个空房子，看到没有？然后的话，我们选择建设这个太武士祠堂啊，需要五个人力，但是呢，需要五天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给他十个人力，让他一天就盖完啊，一天就盖完。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保存了没有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保险起见的话呢，去外面逛一下，然后把这个月的时间先花一下啊。
顺便的话呢，我们把周围的那些那个居民啊，可以让他去干一下活啊，或者我们找个人斗个蛐蛐也行嘛，对吧？来这边有个人叫雷翠影啊，他对我们来说是喜爱，但是长得的话，我得有点想到了这个人长得有点像那个七龙珠里的饺子，有没有？特别白，眼睛特别小那种啊。先交谈一下。我发现了，我这个人不能和别人交谈，一交谈就掉关系啊，那就直接决斗吧。你应该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吧？对，他只是个村民，那他的那个钱一定不是很多，对吧？哎，零个木材可还行？那我也有呀，你木材的话，我也给你木材，我木材来，我还是白鱼木呢，我亏的呀。我最差的是什么？有没有啊？对，我拿这个野果给你赌，好吧？我是下九品的，你这个只是普通资源，还没给零，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他的主帅是一个白色的，只有45年耐力，所以说的话，我们随便拉一个这个，哦，我这个绿色挺厉害的，我记得，但这家伙不强，不强的话，我们只需要上一个这个正白3000头，这个应该打得过了。我们让紫的当这个先锋啊，好的，然后呢，让这个蓝的当这个大将，这应该是稳赢的啊，应该是稳赢。倘若失败的话呢，索要物品的话呢，归对方所有。来看一下。他的叫阔翅麻黑，我的叫白青阴阳眼，这不吊起来锤吗？我攻击力好像也不强啊，545，他362，他打我不掉血，看到没有？下面的是体力，上面应该是生命值吧？斗性减5，哦，上面是斗性，应该就是血啊。我们哦掉了点血，掉了两点体力啊。其实我的属性的话也不比他高多少，但是就感觉把他吊起来锤，哦哟，刚刚说吊起来锤呢，就被反打了一手。哇，我一个紫的打个白的打那么费劲吗？那我后面俩我感觉有点危险啊。我们来个3倍速啊。哎呦，看来我这个紫的并不怎么样哎，就血，我感觉就我这个紫是血多，140点血。攻击防御什么感觉都一般般，对吧？第一局我们赢了啊，第一局我们赢了。第二局是浅头牌对战我们的银背麻黑。看下属性啊，我这边是562，他是322，应该没问题。你这种村民的蛐蛐的话呢，就是那个绿的攻击力是高呀，但是他的耐久低呀，你知道吧？然后我赢了他。然后加了林格的木头，但是提高了好感度啊，提高好感度就不错，对不对？这个先道别了啊，先道别了。然后呢，这个地方不是有这个桑田吗？我们可以叫人啊过来组织，让他们看到没有，调度人力让他们来采集，哎，就不用我们老师来采了。然后你看这边的话就会定时的产出这个资源来啊，定时产出。这边的话也是68的植物，这边是66，这边还有个人喜爱我，这边也让他过来采一下。哎，好，这样的话我们时间就花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度过这个月，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呢，我们就下次再玩了啊，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看得到它在保存，看到没有啊？其他时候我看不到它的保存就比较麻烦啊。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